要能同时看到庙会的摊位和祈愿树，体现节日氛围。括弧，最好远景还能有月亮。啊，要不要换个地方取景呢？按这个需求，不对，这个构图也不太好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啊！我背后有什么？请别吓我！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没注意到你。他还记得我名字吗？不对，我有和他说过我的名字吗？我们只见过一面，他想不起来应该也很正常。那 我要不要重新做一遍自我介绍？为了让气氛变得不尴尬，我应该主动一点吧。到底要怎么办？我对的，我叫哲之。太好了，他还记得我也记得你。你说你叫漂泊者。我没事的，协议黄龙委托我给追月节画一幅画，我正在找灵感。虽然不太顺利，但我画完就回去了。也没有吧，才，啊，都已经这个时间了。没关系，我更喜欢待在安静的地方，而且我家就在荆州城，离这里也不远。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总觉得不放心。我吗？我其实不是很饿。简直和黎叔做的没什么两样了。似乎还多加了几样佐料，味道更好了。我挺好的，没什么不好的。说实话吗？不行，不能让他担心我。这里撒点谎也无所谓。其实，我还没好好逛过一次庙会，因为这几天的委托太多了，还要帮点小小姐看画扇摊。
寒摊对我来说太难了，在那里坐一个小时我就得回家歇上半天，而且我找不到谁有空能和我一起逛，在人多的地方我会觉得喘不过来气，但一个人又会有些不好意思。等等，我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？这种话是能对刚认识不久的人说的吗？哎，奇怪，我这算不紧张还是太紧张了？他会不会觉得我在抱怨啊？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很麻烦的人？我没说我过得不开心了，多亏节日我多了好多委托，砍摊还有工钱，光这几天赚到的就可以还三四个月的债呢。完蛋了，这么说不是显得我更悲催了吗？两个人，也就是说现在这情况就是……啊，不不不，我在想什么呢？两个人也挺好的，唉，不如说两个人刚刚好吧。其他摊位都关了。不过还可以许愿。这里是还没有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漂泊者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我能把你画到画里吗？只需要你在那里站十分钟，5分钟，3分钟就可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是有一种冲动，我想让你出现在这幅画里，我觉得需要这么画，不，我想这么画。不会的，委托就让我再琢磨琢磨吧。现在这幅画我想留给我自己。
试探。没有，托你的福，今年月书屋收到的愿望全都处理完了。至于这个，算是月书屋的售后服务，把实现的愿望点亮悬挂起来，如果有心愿纸的主人不便或不愿到场，就由我来帮忙。这个嘛，可能得等明年了，漂泊者出现之前，我刚把剩下的最后一张挂好。追月节期间被实现的愿望纸已经陆陆续续挂好了不少，只有少数迟到了无法到场的，剩的本来就不多。况且今年追月节你前前后后已经帮了很多了，毕竟是第一次在荆州过追月节，还是多留些时间给你自己吧。这些后续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来荆州后，漂泊者一直忙个不停吧，难得的空闲更要好好规划下了，不然一晃神就结束了。快乐的时间过起来总是格外快些，不知不觉今年追月节就这么接近尾声了。幸好这几天宵夜会的摊位都还在，要是先前没逛够，还来得及赶上最后一趟。有的摊位趁着这种时候还会来点点折扣促销什么的。算是一点小小经验的总结吧，毕竟往年我都会抽时间去感兴趣的摊位看看。要是你在荆州多待几年，肯定和我一样了解。我不否认，一个人沉浸在理论、数据和诸多等待验证的可能性里，的确是很快乐。但偶尔从研究中抬起头，走进喧闹的人群，也可以体会到另一种纯粹的快乐。摊位吗？宵夜会上的漂泊者应该也体会过不少了吧，非要说的话，不如我们直接过去看看。记得上次去射月湖的时候你就很投入，你实战经验丰富，各项能力都很出众，触类旁通，你的枪法应该也不差。那我这儿或许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玩法。射月湖人气太高，即便老板每日更换把板，也很难避免使用上的磨损。将枪口下压一些，或许更好击中靶心。当然如果只是这样也没什么特别，关键在于在下移的基础上往左微旋枪身，到靶板上兔子左耳齐平的角度，子弹击中靶面的同时就有可能借力弹中下一个靶面。对，找准角度借力打力，原理嘛
就和小时候玩的打水漂差不多。前年追月节的时候，我在摊位上试过了，手感好的话，一次甚至可以打中三个八面。后来摊主干脆把这个记录作为吸引客流的噱头，能挑战甚至超越的游客都能拿到赏月限定手信一份。不好说，漂泊者的话说不定能很快反超我，一举成为新的纪录保持者。不太行，那种程度的话或许要对轨迹进行小数点后两位的计算了，用一手辅助我或许可以做到，但估计下一秒就会因违反规则被探出拉黑了。为了我的安全，也为了和你比试的公平性，我想我还是继续用左手比较好。好吧，认真点说，其实这种时候比起结果，我会更在意达成未知结果的过程。并不是做研究，输或赢都很尽兴，究其根本我们只是在玩而已，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，你以为呢？既然漂泊者也这么觉得，那我想预约下你的时间，下个追月节我们一起逛逛吧。是啊，虽然现在我也没法确定那时候你会在哪里，在干什么，但是看着落下的月光，脑海中就冒出了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就决定直接这样告诉你了。当然并不是说要让你继续帮着大家实现愿望，和月书屋无关也没问题，可能是一起去射月湖试试我说的新玩法，也可能是尝尝团圆铺新出的点心，又或者漫无目的地跟着人群走走逛逛。明明下一年还没到来，但关于那时的想象却层出不穷。我还没有非常确切的计划，不过我觉得和漂泊者一起过追月节，我们俩应该都能玩得很开心。那我就把这个当作漂泊者向我许下的明年追月节的愿望吧，无论是出于继承月书屋的使命，还是我个人的意愿，我都会想办法帮你实现。